好，那我拉你们喊停，我就停。好，你们当，你们当。好，这样吗？好，一二三。不来了。您现在收看的是《蓝色旋律》，走进蓝色，走入你的世界。学姐学姐，你好正哦，可以跟我交往吗？什么意思？学妹，Hello， 欢迎来到我们的蓝色旋律，我是小克，在我右手边是我们大同高中的毕业生。大家好，我是法恩斯·巴佛路丹，然后我来自牡丹乡东园村，是大同高中的毕业生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慧乔，我来自马家乡北叶村，我也是大同高中的毕业生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峰沛，我是来自屏东县屏东市，我也是大同高中的毕业生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冯中晴，我来自屏东三地门乡三地门村，然后我是排湾族，然后也是大同今年的毕业生。说好说嘛。好，我是何俊，我来自屏东县马家乡马家村，然后我的族名字叫 Ravuras， 然后我也是大同高中的毕业生。大家好。那你们是怎么聚在一起的？同一个高中，可是不是要做一起做毕制吗？对啊，你们可能互相都不认识，都认识吗？因为我们大家其实都是认识的，这样子。大家都是认识的，然后就怎么会想要一起创作？我们想要一起创作，是因为我们大家都认识。啊？不是好吗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直升的，然后就是在听那个高中学姐他们高中学长姐做的歌之后，就觉得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得比他们更好。哎，然后我们就有点挑衅的意味，就是没有好不好？学长姐你们很棒。好，所以直升的意思是国中然后高中。对，所以你们在国中就认识了。对，没有，他不是马上排挤的意思。对，他是来自别的高中的，国中的啊。那这首歌作词可以举个手吗？那你作曲呢？所以作词可以分享一下作曲作词这方面，可以多分享几个。你是作词吗？作词。对，我最近可能称呼我啊？对，介绍一下自己。我是陈峰沛，我作词。我们那时候说要讨论，就是说要讨论，先歌词先出来再作曲。然后我那时候就有先构想了一个就是大概的剧情，就像我们的那个 MV 下面有那个简介，那个就是大概的构思。然后我就用那个构思去写出那个词，在上课时间。所以上课时间是你没有在对老师对不起，对，有跟哪一个老师先出对不起吗？那作曲呢？作曲的人，我是作曲的。那在作曲方面，因为听到，因为刚刚同学也有讲，在学长姐他们作曲方面，因为由于都是我们听了那么多毕业歌，有他们的毕业歌的走向，大部分都是走一人独唱的部分，所以在这一次我们做作曲的部分，我们就想说，既然是毕业歌的话，那应该是要有毕业生大家可以一起唱的范围之内，并且而且是那种大合唱的感觉，
所以在作曲方面有调整，分别为女有男调也有女调，然后在大合唱有对唱的感觉。嗯，不错。那你们创作的时候会吵架吗？会，当然会。来，赶快八卦一下，就是快点，这在这个时候节目上，赶快对哪一个人不爽？好，就是因为我是旁观者，吵架的不是我，我就在旁边看他们，因为他们对于我们的歌曲最后一段有主语的部分，然后在副歌也有加主语，就是做衬托的感觉，然后他们对于唱法有非常多的争议，然后甚至还走心，哎。就吵架呢，然后就吵架，真的就是吵架，然后冷战哦，大概两秒钟啊。他等一下会走心哦，真的哦，不会不会，我们都已经讲开了，他们都已经讲开了，我们是和平主义者。哎，快点，还有谁要爆料？快点啊，那个作词作曲被退掉的，为什么那个词被老师改的？可以说明一下啊。那快点解释一下。就是我前面都做很多，就是大概很多就是我上课写出来，然后再给他们看，然后后来拿去给老师看，老师都挑出来都说我的不好，那我就走心。是你的被淘汰对不对？就有一些，因为我写的比较多一点，然后就所以挑出来的比较多，他们是这样跟我解释，我心里比较舒服。还是你写的太诗情画意了？应该是没有，应该是太白话。那你们在之后会继续做音乐吗？你们啊？你说我们这一群吗？对，不同大学应该有点困难。排挤了。我不同大学。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线条在这边，同样都是华，一个是东华，一个是南华。哎，怎么华？我们是魔鬼的步伐。我们哎，我们是东华大学的，他是南华大学，一个东一个西要聚在一起，其实也蛮难的。因为通常就是一起做创作，然后都是不一样的人聚在一起嘛，然后大家都是一拍即合也好啊，或者是很投缘相聚。那就是想问说，你们会继续后面在做音乐的时候是在继续做这项事情吗？写毕业歌也好啊，还是说就可能就解散之类的？还是彼此有一些连结，要可能在音乐上以后要合作？看缘分吧，因为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大学会发生什么事，可能吵架或是有什么小心结啊。虽然说高中已经很多了，哎，你们是有看到哪一出吗？哦，就是小小的，就是啊，反正就会有心结就对了。然后其实大学生活也不一定常常碰得到面，然后要聚在一起已经很难了，然后如果要就是一起玩音乐的话，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这样子。我刚刚在听歌的时候，有特别想要知道古调是谁唱的。那我想要就是古调的意思是高凡医师吗？对对对对。那你在古调可以讲一下古调的意思吗？它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，它就是一个虚词。虚词。对。那可以再示范一遍吗？唱吗？现场。有点又给音吗？啊，有点沙哑呢。哇，还是你们打拍子，他跟着他一起很好。好。哦，又是那一种。要唱吗？可以啊。好。哦咿那鲁安，那咿呀那咿呀哦吼，哦咿那鲁安，那咿呀那咿呀。考验大家平常有没有认真听歌跟对音乐专业度咯。好，
好，那等一下怎么玩呢？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 tempo 要让大家进行，所以等一下在猜歌的过程当中要边有这个 tempo。那 tempo 怎么打呢？我们示范。OK， 就是第一个就右脚，然后再来就是右手、左手，踏。五个字，那个我现在干嘛？来啊，快点！绝情过浪人。对，暂停声明。两个字，那个歌手啊，他可以跳吗？就是五个字，第四个字是讲，对，第四个字讲，然后对，然后第二个是，不是，甩，跳，别的，哦，就是三个字，那个很红，那个这首歌很红，电影的主题曲。小幸运，好，第七个字，然后就是最后两个字是那个你们最爱唱的，不是，这是一首第五个字是那个，没的。一个字，我，不是，他，再来，我，言不，言希，不是，雨，我想到，言不，那个，就是，言不，那个人很土，像LeBron James， 詹姆斯LeBron James， 台东的，住台东的，他有胡子。詹姆斯打球的那个，长得很像那个原住民歌手，原住民歌手，台东的。哦，长不一样，不是，也是三个字。好，那我再四个字，第四个字，你除了跑还有什么？还有。呀，就是这个走。好，第四个字是什么？走。对，跟感情有关的是第一个字是什么？对，然后呢？呀 ，check。哎，这个是一样，第一个字也是一样。跟我们。好，跟植物有关。第四个，第五个跟第六个字。跟植物有关，哦，他很台，台湾的老艺人，跟钞票有关，哦呀呀呀呀呀，再猜，哎，一四，
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六个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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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钞票跟我们先猜，我们先猜歌手，猜歌手，他跟钞票有关系，跟钞票有关系，呀呀呀呀呀，再猜猜他歌，爱你一万年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好，我们猜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，气。啊啊！跳过跳过跳过，没关系没关系啊，跟卫生纸有关系。啊呀呀呀呀！无人了，他的歌，他的歌，歌名吗？歌名歌名，跟感情有关系，有关，跟感情。呀切！火车火车，原住民歌手。什么动力火车？呀呀呀！六个七个字，跟路有关系的。呀，哦 ，sorry sorr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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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rry， 啊，这个我知道，这样，最后三十秒啊，哎呀，跟方向有关系。指北针，指北针，指北针。不要讲了。啊，切，啊，五个字，五个字，五个字。跟刚刚有猜的一样，那个乐团三个字。哦。呀，然后，波某住在澳门，你会怎么样？惩罚时间啦，惩罚时间就邀请我们两位，就是那个戴帽子的，就是讲的人。那你有这个荣幸，你可以惩罚他。嗯、那惩罚他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有看这条线，拉下来，拉到你想要的程度，然后放心。真的假的？对，这、就是惩罚，可以吗？就是决定吗？好，那我拉你们喊停，我就停。呀、啊！好，你们到你们哦。好。行。这样吗？跟追踪哦。